演员还是艺人？演员。在意其他人对你的评价吗 ？No。是否想过放弃做音乐剧演员 ？No。你想要永远快乐吗？想啊，谁不想永远快乐？做自己重要吗？重要。如何定义做自己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人。最大的期望是不忘初心，不妥协，做自己。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。